家期盼已久的偶像男神终于来了。Feel like my dreams come true. One 观众受邀参加李生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独家粉丝见面会。接下来是这一天的重头戏。成千上万的粉丝前来见自己最喜爱的明星。哎呀，干木，所有爱人们过了永生难忘的一天。